砸3000块，黑手吃到饱，11落机一次就GG。新北市一对情侣因缺钱花用，竟当起拉皮条的，在摩铁举办性爱趴赚钱。他们在网络上说，只要3000块就可以让你12小时不断电。11名男客得知这么好康的消息，纷纷缴钱报名参加。不过警察杯杯据报到场，查获2名卖春女，其中一人竟然还是未成年，但是却没有看见任何嫖客。这对情侣抱怨，因为他们嫌货色不优，边做还边打枪，每个人都只缴械一次就不行了。医师提醒，性爱派对因对象较为复杂，容易感染性病。未成年女性因器官仍未成熟，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也提高。突发中心，一次就够了，还要再来啊？报道。